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Sunway Construction。这只是我双剑论股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。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强的支撑 support， 所以它应该是很难未跌破。也看到它之前都在这边弹上去的。顶部呢有一大堆这个套牢盘，大概是在 1.70， 意思是说这边也是很难微突破上去，很大机会这边会挡住它。在中间呢有一个200天均线，这个也是一个阻力线，如果有意识要进场的话呢，个人认为最好也要等它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进场。支撑 1.45， 第一个阻力 1.55， 最大阻力快7，就是这样子来看。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